好像为了方便呢，我把它化为单位向量。这个样子，看。所以我的结写成这，我的结可以写成这样子。或者就把它写成这样子，这是那个傅瑞系数哈，写成那个积分，这是内积。这个就是那个内积哈，这个样子。然后呢，我这边引进一个东西，要写 EN 哈，不是期望值了哈。就是后面这一串，好，这第 N 个投影就是哈，第 N 个投影，所以呢，我的 UXT 呢可以写成这样子 ，formally 就是 T Laplace 作用到 initial condition。它怎么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啊，把这个摆进来。Expansion 负的 lambda n t， 这是 e n。这个作用到我的哈、啊，作用到我的 initial condition。相当于就是我这个二次微分的这个算子，就是这一项。负的 lambda n e n， 那指数呢，对吧？你作用指数呢，就只是作用到 eigenvalue 上面，就是我昨天讲的线性代数里面的 eigenvalue 的问题哈。这完全是线性代数的推广，啊，线性代数的推广。我比如说我的 a， 也看不清楚，那就 lambda one， 从对角矩阵来看就好 ，lambda n， 它是写的 lambda one， 然后一，其他都是零的 ，lambda n， 其他地方都是零的。就这边是一，其他地方都是零，对吧？我的对角矩阵可以做这样拆解。那一零一零这个矩阵是这样，我的 lambda one 这边所对应的那个 eigenvector 是一零零零，对吧？一零零这个哈这个向量再跟这个向量做 transpose， 变成是一个这样，变成就是这个矩阵。这项就是 lambda one， 你的 e one， 看你现在是行向量还是列向量啊？我现在是行向量，那再乘上一个列向量。Transpose， 这就是你的 P1 嘛，对吧？就是我这边的 E1。这是 EN Transpose。通常我们把这一项叫做 P1， 对吧？就是那个什么，它的那个那个 orthogonal matrix 那一项，应该叫做。不叫耳熟功能，叫做 projection。这个就是哈 projection matrix， lambda n p n。我
这边是用对角矩阵来做例子，那如果是一个可以对角化的矩阵，你的 EI 呢就把它换成是你的 Eigen Vector， 要把它化为单位向量，对吧？你就把这个哈 General Case 呢就把 EI 呢换成你的 CI 除上你的长度，就是这一项。OK， 那这个 Projection Matrix 有什么好处？ PI 呢？PI 跟 PJ 作用，字体跟字体，投影在投影就不在投影的，就是 PI。若 I 等于 J 的时候，那I 等于 J 的时候，那如果相同，不一样的时候，投影到 X 轴再投影 Y 轴，那这两个轴，这两个轴对吧 ？E1 E2 它彼此是互相垂直的，所以它是零，对吧？这样子才好，这样才好用嘛，因为你有这个性质才好用，就是说不一样的地方都没有东西了，你没有 coupling 的地方就没有掉了，所以如果有这个性质之后呢，我先擦掉哈，所以我这边我就可以引进泛函分析了，所以如果以后哈，你将来有机会去修一下，去学一点点泛函分析，你就不会觉得那么陌生了。你看呢？比如说，我现在我这个矩阵 A， 我是不是就写成 lambda one p one， lambda n p n？ 那如果你要算 a 平方，照道理这边有 n 项，那边有 n 项，应该有 n 平方项，对吧？但是呢，因为我现在的 pi 呢是 projection， 交叉相乘的部分都没有了。只有对角部分，对角的部分，这是 lambda 1平方 p 1 lambda n 平方 pn， 而且这些 pi 呢，这些 projection matrix 本身一个重要性质，这两个 p 1 p 2它整个加起来，就是我刚刚那边从这边来的哈，这是 p 1我用它对角矩阵来看哈，我的 p 1加 p 2我应该把它写到这边来，要必须要有这个性质 ，p1 加 p2 加点点点加 pn， 那就是 identity matrix。啊，你除了它彼此有这个性质之外，它还必须它整个加起来之后就是你的 identity， 这才是一个 projection matrix， 这才是一个 projection 的味道哈。OK， 那所以呢，平方、三次方就以此类推了。所以，甚至如果 f 可以是一个好的函数 ，continuum 或是解析函数了哈，那么我就直接作用到我的 eigen vector 上面 ，eigen value 上面。那这就是 spatial 定理。我现在只是把这样有限维空间变成无穷维空间而已。OK， 变成无穷维空间而已。然后呢，我最后这个结果，对吧？这个结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 OD 里面出现的。你看 ，x 的微分等于 ax， 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我把它叫做 x 零。那这微方程一定要会解嘛，哈。所以我的 xt 是 essential ta 乘上 x 零。OK， 然后呢，我现在换成矩阵 ，x 是向量，那 a 那是 x， 你就把它带个箭头，你最后的解也一定是要写成这个样子 ，x 很有 ta x 零。OK， 当然你可能去算了，算出 eigenvalue、eigenvector， 那所以你看你的解释 exponential t lambda one， 然后那个乘上那个 eigenvector， 对不对？再加上 exponential t lambda two， 然后那个 eigenvector，
你那个整个把它写开就这个，啊，你前面不是还有一个 C one， 你的解是不是什么 C one 这个东西对吧？你在解那个 OD 的时候 C one， 那 exponential 什么 lambda one， C one， 什么那最后 C n exponential lambda n， T 了哈，对，应该 T 了 ，C n， 你这个把它写开，它就是要等那个那 n 哈那件事情。那你这边的 C 哈，你的常数 C one C two 就是你的你需要带它来决定的嘛？它本来就应该是 exponential t a 乘上你这个常数哈 x 零，它本来就是如此。OK， 还是你只是会解，然后写出来是这个样子，然后就 OK 了。你必须要回到这件事情来，你学这个 ODE 呢 ，system ODE 没有弄清楚 exponential t a 是什么东西，它等于是白学的，它等于是白学的。OK， 然后呢，我现在这边是哈，我现在这边是 heat equation， dTu 等于 dxx u， 那可能这边有常数，我现在就暂时不管，没有关系哈。然后呢 ，ux 零，对，就把它叫 u 零 x， 我这边是 f， 但当然还有会有其他的 boundary condition， 啊，还会有其他的 boundary condition。这个哈 formally 就 formally， 你是不是期待说我的解从哈我从长尾里边这边啊从这边一路上来一尾到 n 尾对吧？整个我的脑海里边都是一个类比法，你所有的推广对吧？你所有的推广绝对不能离开你原来的根本。OK， 所以你一定要 example 啊，学 OD 对吧？学 OM function 就从这个 example 开始。所以我每次那个什么，就是如果有什么推甄什么，反正任何的考试，我就一定只问这个就好，就是 y 的微分，对吧 ？x 的微分等于 ax， 你说看看。但很多人他会算，会算不代表你懂，啊，会算不代表你懂，要能够讲个道理出来。OK， 会算你可能就是一只鹦鹉而已嘛，对吧？一只鹦鹉呢，我会讲话，啊，老公来对保镖，还真的哈。如果有人来，他就来对保镖，所以警察来，其实不去看，警察来对保镖。所以 formally 呢，我的 u 是不是它是期待说 exponential， 我这个把它看成是一个算子 operator， 是不是就是 txsf 作用到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所以这个是什么？啊，对我们刚刚这个 problem 就跟你的 eigenvalue 有关。啊，跟你所对应的 eigen function 有关吗？因为我现在有边界条件，啊，我现在有边界条件。OK， 所以我是用这个例子呢，顺便提一下，就这件事情跟你将来的所谓的算子理论，啊 ，spatial 定理，就是 spatial 定理，就是所谓的放缓面积里边，跟它，你就从这个例子来看，那么所有那些哈，就是你在放缓面积学的那些算子理论，你就发觉说不是那么抽象的。因为很多人就教哈，就很多人他也做这块专门做放缓，讲 example 没有 example， 数学没有 example 是没有生命的，啊，你读任何一门数学没有 example 就等于是没有生命，是空的。OK， 然后第二个 example， T 没有写是正的了哈 ，OK， 那我现在一样有 boundary condition， 有 x。再给一个 initial condition， 那方法都是固定，都是一招分离变数法。所以这门课主要教你就是这招很管用哈，分离变数法是非至少也是一招了哈，总比有人没有招要来得好。
一样，我的 UXT 假设它是 TT 哦 VX， 然后把它带回哈方程式，然后分成两个 OD 哈，细节我就不说了哈。所以我这边对 X 的部分是让它 V 等于零，然后我现在有两个边界条件 ，负 L 和 V L。V prime 负 L， V prime L， 那终结的形态，对吧？我的 V X 呢，一样要分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三个 case， OK， 但这个只有在大于零的时候有才会有 non-trivial solution， 所以这个解的形态就是 A。cosine x 乘上 gamma lambda， 再加上 b 根号 lambda， 就是 sin x 根号 lambda， 它是这个形态哈。那你把这个边界值带进去，要相等，所以有这件事情。A cosine 负 L 根号 lambda 加上 B， 要扣掉这地方太小，扣掉就等于 VL 嘛，把 L 带进去而已。A cosine L 根号 lambda 加上 B 根号 lambda， 这是 sine L 根号 lambda， 这等于零。那还有这边是微分的哈，这个两个边界条件直接从这边来的哈。那还有微分的。是负 A 根号 lambda sin 负 L 根号 lambda 再加上 B cosine 负 L 根号 lambda， 再扣掉负 A 根号 lambda sin L 根号 lambda。加上 B cosine L 根号 lambda 这等于零。这个题目稍微复杂一点，不是比较难，而是复杂一点，因为我现在要求 AB 了，你现在要求 AB， 我要决定这个 AB 嘛，你希望有除了零零之外的解，零零是一个，零零带进去一定是个解，你需要有除了零零之外的解，所以呢，如果你需要除了零零之外的解的话，那么你的行列式就看起来乱七八糟，那一串要必须要等于零。那串改写是这样子，你乘上 A， 扣掉两倍根号 lambda sin L 根号 lambda 一，那真是二 lambda。sin L 根号 lambda 除以根号 lambda， 这是 A， 再加上零乘上 B 等于零。你那一串把它整理一下啊 ，OK。所以呢，如果你需要有非零的解之后，当然你的行列是必须不等于零。就让它行列是要等于零，电视点，你需要它等于零。
所以这边呢，你可以算出来是四倍的 lambda， 就是根号 lambda sin l 根号 lambda 平方要等于零。OK， 所以这算出来之后，我的 eigen value 就等于是 l 分之 n 派平方。所以这边会比较复杂，是因为我的边界条件本来就是比较难看，啊，比较难看，但是是可以算的，就是哈，是可以算的。所以呢，我这边有 eigen value 有了，那算 eigen function， lambda 等于 lambda 零，对零的 case 的时候，我的 eigen function 是一，那 lambda 等于 lambda n 的时候。那么呢，它两种可能性都有，啊 ，v n e x， 就是 cosine 百分之 n 派 x， 是 sine， 因为我的哈边界条件不是单纯的等于零，或是微分等于零，如果是哈。我们前面的 u 零等于零，那么得出来一定是 sin。啊，如果是 u 的微分，对吧 ？ux 哈，就是我这边写 phi 了哈。那如果这边是 phi 的微分零等于零，那么呢，得出来就是一定是 cosine。因为零的时候，你把它想象成通过零点，所以在这个瞬间来看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基函数。那微分等于零呢，它在原点那边的时候，微分等于零是平的嘛，对吧？所以在零那点附近的时候，它是平的，所以在这附近呢，啊，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它必须是一个啥？是一个 even function， 啊，这一定算出来就一定是 even function， 所以这是一种直观，所以如果你解出来，算出来就是跟你直观上看的是有差距的时候，你可能要 check 啊。那对这个哈、啊，对这个边界条件而言，它两个都不是，所以它本来就两个都会有。所以呢，我的 UXT 就是二分之一 A 零哈，这写 A 零是过哈是标杆的了哈，这边写二分之一是应该是写 A 零的，不会写二分之一零，这是我哈是标杆的，啊不，不是标杆嘛是故意的哈，这叫上面去 ，expansion 负的。分角负的 lambda n t， 那后面这边就是 sin 跟 cos 的组合，哈 ，a n cos 百分之 n 派 x 加 b n sin 百分之 n 派 x， 就这个组合。那系数 a 哈，系数是由 initial condition 决定 ，a 零 ，b 零 ，v i。determine initial condition， 所以我的 initial condition 带进去，对吧？所以我的 fx 就是二分之 a 零，要 summation 这边哈，要 summation n 从一到无穷大 ，an cos l 分之 n 派 x， 再加上 bn。sin l 分之 n 派 x， 所以我的系数就是我的 fx 的 Fourier coefficient。OK， 所以你看呢，写这边的时候，写这边 PD 的时候，你发觉原来要把 OD 好好的复习。啊，你这边用的就是 OD 的技巧，就是 non-homogeneous。我的 wave function 呢，有多了一个外立项，
仍然是在零到 L 之间就可以哈。那我的 boundary condition 还是 homogeneous 的 boundary condition。所以我现在要怎么解这个问题？啊，我要怎么解这个问题？那这个哈，整个的想法呢，你就是要用所谓的类比法，啊，完全就是类比法。你 O D 的 O D 如果有一个 non-homogeneous 的 O D 的时候，你是怎么解的？对吧？就想法完全一样嘛，啊，想法完全是一样。所以方法 ，method， 你只要是 non-homogeneous 的哈哈的 non-homogeneous 的问题，你的方法都是固定，所以 variation of parameter 就是 Lagrange 的啊，这是 Lagrange 的方法哈 ，Lagrange 有名字要把它记住名字，以示尊重。OK， 将来写哈写哈写学术论文或是什么发表文章啊，这是基本的伦理。这个 contribution 是人家的，要给人家写上来，啊，你不能说啊，这个没有，他就把它写上去了，有的还照抄哈，这种很多人干这种事情，但是我如果被人家看出来的话，就是你的整个学术扫地。但呢，很多中国的院士哈，中国的院士很多人是干这种事情的，所以中国的院士不要相信他了哈。有的可以，但很多都是很 politics。我上次在那个香港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个西安大学的一个数学系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在香港访问的时候，然后碰到另外一个也是大中国去的哈，这都改不过来，到现在还是讲大陆嘛，就不对了，他那边是中国了，他们是说他们是中国的，然后他在香港的时候。两个还同一个办公室，还有说有笑，就一回到 China 之后呢，然后在路上看到他跟他打招呼，他说他然后头就这样子了，他变成那个样子了，他就觉得高人一等啊。那中国那种院士很多都是靠关系的嘛，对吧？哎呀，哇，不得了的样子。啊，这种嘴脸太多了，你看现在最近的新闻，那种嘴脸，他都像那种嘴脸。OK， 这是 Lagrange， 所以在这边给大家，这是一个良心的建议，就是说你抠到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写，因为很多人就是学术的 cheating，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你顶多就 locally 这边作威作福了。对吧？因为旁边人可能不知道等等，你出去的话走不出去的。OK， 这是基本的学术伦理哈。Lagrange 的 method 叫做 variation of parameter。我上次有稍微在导那个 Green function 的时候已经稍微提到了哈。他取这个名字是有意思的哈 ，variation of parameter， 就是这些读数学的人他的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文学素养是很好的，华人我不知道，因为华人那个翻译都乱翻的了。对，我常常喜欢讲那个什么 rational number， 我上次有提过吧？就乱翻的什么有理数无理，有理无理，什么都无理自己了，比数了，他英文都不好搞不懂的 ，ration 跟 ratio 都搞不懂的，很多的翻译是很糟糕的，你发现啊，原来。这翻译的英文不好，数学不好，中文更烂，对吧？很多人那个中文是很糟糕的哈。你不要以为他有人是读中文系，他中文就比你好，我都绝对不相信哈。我就碰过那个算是一个朋友，但那个朋友我太太不喜欢他，但我也不是很喜欢他，就是
他是还是什么高师大的中文系毕业的，在中学教他教中文。给我太太跟我讲，我太太没有崇拜我了哈，我不是哈，但我太太说你的中文比他好太多倍了。我说当然了，对吧？他只会把那几本书，然后拿来教当教科书而已嘛，就教那些东西而已。你看嘛，就是那读中文哈，几十年下来还在《红楼梦》，还在从文字里边的什么训诂学，这个是最没有水准的啦。你跟文学你要去这样探讨那个什么风土哈，所有的文化的角度去看，而且甚至可能还要引进那个什么考古学的东西啊，当初有一些什么考古的东西去下去研究。有点必须要有点像人家研究圣经的那种味道，考古学对吧？啊，当初的风俗民情，当初的怎样这些的整个哈文化的角度去看进去了。啊，训诂学对吧？你看什么红哈什么红学专家，所以我觉得那个什么胡适对红楼梦也不是那么了解。OK， 所以呢 ，Step One。这也难怪，因为很多人不读书的啦，啊，其实很多人是不读书的，所以我这边呢就跟大家挑战了哈，也是跟大家鼓励，当你就是学生的时候，一定要培养哈好的阅读习惯。很多人毕业是不读书的，你就看自己的哈，你自己的哥哥姐姐、自己的父母嘛，你自己哈旁边看到的人是不读书的啦，毕业之后有了，买什么呢？就看杂志、报纸嘛。翻一翻的嘛，哈，就翻一翻，那种阅读习惯都很烂的阅读习惯嘛。那来呢，再来就是这样，有时候我去书店里边，不见得去买书了，去看人，哎，看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对吧？你会发觉哦，很多人买书是买什么，投资啦，打了个小微探底嘛，是不是？你到书店去看，那以前那个什么那些什么算命啊、风水面相的哈，那个书都是摆在很后面的。不会在那个哈冠冕堂皇的地方嘛？但现在到书店去看，这些是摆在一个大概是一个醒目的位置嘛。所以这边也告诉你说，哦，原来现代的这些人在想什么，现代人在想什么，就是说这东西就是容易看得出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嗯，有时候哈，整个哈你的阅读是非常的功利的，所以稍微比较深刻一点的东西是不会再看的。所以有时候因为我常常出国哈。出国坐飞机的时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看人。那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坐嘛，那看人最怕碰到那个什么旅行团的。好，然后一上飞机的时候就变成是菜市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啊，我被盖贼了，我被盖什么狼贼了？哦，哎，都突然就是先坐好了之后哈，固定的哈，然后你看那些航空小姐就是，你刚刚坐得很厌烦，那就先弄好之后你的位置先有了嘛，那到时候要跟人家换再来换嘛。啊，不要了，不要了，哦。啊，被卡斯米养着哈，这下欧弟上欧巴上哈，特别是搞欧巴上哈，啊，就吵吵闹闹，那终于哈混杂哈，就是经过一段的 chaos， 大概20分钟，啊，终于稍微比较安静了之后，然后开始就有人就赶快去找拿报纸嘛哈，啊，有还有一些杂志嘛，啊，我觉得说嘿，回去看报纸也不错了，啊，然后看杂志也不错，啊，然后看一看一去呢，你看很多人就一次就跟人家拿4、5本了。都是很糟糕的习惯，这种都是很糟糕的习惯。通常你看了之后，然后看一本文，然后再还回去，不是一次就那种占有心，对吧？那种弄占有那种心态，那一次拿4、5本，那我觉得4、5本 OK， 那看看嘛，你看了发觉你开始翻，啊，杂志或报纸，啪啪啪啪啪啪，看看有没有图片，对吧？你都已经拿杂志来看了，还是这种肤浅啊？你看心浮气躁，我们台湾人就是最大毛病，心浮气躁。看有没有图片吗？连那些文字他不就不会去看了，对吧？稍微有多一点的文字叙述，他就看不下去，这是很糟糕的阅读习惯。OK， 所以强烈跟大家建议，对吧？跟大家鼓励，培养这种阅读习惯。如果你到现在哈，一篇文章英文的哈，超过3页的英文，啊，里边数学式子不太多，超过3页看不下去，那。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了，啊，如果哈一个超过3页的英文看不下去，就比方说哈你的英文的阅读是有问题的，就算是你现在是读哈读研究所，我还是不相信你的阅读的能力是够的。3页，只要三个配题就好，看不下去，就比方说你的阅读是有问题的啊。
因为我们的教学是我们的英文教学是有问题的，可能你在考那些文法，那是错误的教学，那英文的教学，对吧？我那时候拿我们家小孩子，他那去读幼稚园，他学校老师呢，每天呢就给他一本书，那个我觉得那个教材很有趣哈，就是小小一本，然后一开始呢，就是哈，每篇呢就只有一个单字，啊就一个图片，很漂亮的图片嘛哈，啊比如说他就是有就画一个球，那就是一个哈 basketball， 就是一个 ball， 或者是他有在运球哈，运球这个动作叫 dribbling， 很多人到现在还不知道那个运球叫 dribbling。然后就是，但是他要求父母要配合。他说，小孩子每天呢带一本书回来，你父母呢花十分钟呢陪着他看，啊，你通常不用十分钟了哈，他就大概就是一本书呢大概七八页而已哈，他每就最开始就一个单字而已，那就陪着他看，啊陪着他念，所以呢一开始他都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前面都一个单字，他来的话不到又超一个月而已哦。就开始是一个句子，那小孩子超读了不到半年，他听哈、啊、就来看的话，就是这样一整啊，就是一整页的就是一个句子了。到了一年之后，他自己就去图书馆借书，他就开始，你看他有事没事就看。他说：“哥哥，你那看什么？那书有那么好看吗？”他每次就喜欢去借书，你再看我，我们再了哈。他就看到那边看，他就好像觉得津津有味，不到半年。他就看可以看那个开始就文字叙述的，他当然就是一开始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就是一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嘛哈，啊看一本书的就七八页而已，很有成就感的，哦十分钟看了一本书，然后呢老师就会跟他就是，啊就是你看了一本书之后，老师就帮你做记录嘛哈，那多少之后就累积一个，就给你一个什么卡片啊什么之类的，就简单的礼物了哈。我们在台湾送人家东西都送得很贵重对吧？那个就是我觉得那是错误的哈。你不能用物质欲来吸引人，这绝对是错误的。OK， 所以呢，第一步呢，你就要先看 homogeneous solution。homogeneous part， 你一定是建立在原来的基础上面，啊，一定是建立在原来的基础上面。你不能说在这边再凭空出来，所以有些某些东西你对它不够了解。那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你对原来不够清楚嘛？啊，你对原来的东西不够清楚，所以再回去，啊，就再回去，对吧？你到现在可能 OD 不是很清楚，没有关系，再回去，总比有人一辈子啊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要来的好。甚至有人已经当了大教授了，还是真的不懂的。所以不要觉得说这大教授就什么都比我们厉害，没有。OK， 要有这种抱负哈，不是老师都比你厉害哈。所以呢，我们 homogeneous part 我写一个 H， 这个 homogeneous， 我们原先就已经有了嘛，是 summation bn exponential 负的 lambda nt， 它这是 vnx， 那我的这个 vn 就是我原先所算的 eigen function。所以我现在这边只是稍微改变一下而已，就这个。然后呢，我这个 bn 是序哈，这个序数是已经给定的，是一个常数。那我现在就是这样模仿，对吧？模仿 OD 的 case， 对吧？原先是不是有 C1 U1 两个解，叫 C2 U2 两个解，对不对？原先 C1 C2 这边是常数，那我现在呢，让它是一个变数，是为什么叫做？Variation of parameter， 我的 parameter 会变动的，对吧？所以你看，你再回过头来看呢，为什么要这个名字要叫 variation of parameter？ 那这个是人家取这个名词是非常传神的，啊，所以你看那个什么数学里面一些定义的，它取的名词是很有意思的，啊 ，fixed point 定义等等，或是取那个名词是有意思的，就有时候哈，我以前还看那个书哈，代数的书，啊，一对一的函数。他给他一个名称，faithful， 忠实的吗？忠贞的吗？夫妻关系哈，就彼此就是 faithful， 一对一这才是哈忠实的关系嘛，对吧？一对多多对，这都是不是烂的函数就是不是函数嘛。
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边再看，对，几年前那什么成龙讲那句什么，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我一听到他这句话，我就心里面就想要干他，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恶的，自己哈，你自己做的自己哈，自己承认，哦，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他，这个人我绝对不喜欢他。他电影哈，电影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当然有一些特别就特技的部分呢，就在走而已哈。我是不会喜欢看的哈。OK。所以呢，我现在就哈，这边是模仿哈，就这一部分，你就把这一部分看成是叙述哈。我现在把 BN 这一部分呢 ，expansion 负的 lambda NT， 它一定会有这一项了。我现在就等于是 BN 呢，把它用成是这样，是变数而已。但为了方便，你整个一起来看哈，叫做 TNT， 这项是变动的，会跟你的时间 T 有关哈。所以呢。你可以 assume， 就是利用 variation of parameter， 的 UXT， 因为我知道我的解一定是这种形态，这是它基本的形态不会变的。OK， 这是呢，这是哈，就 variation of parameter 的概念是这样子。我现在的话，我微方程的解，那我加了一个外力进去。你的坡的哈坡的行为不会改变，对吧？你的 U1 U2 这一项一定是不会改变的。你改变的是什么？是你的振幅。你把这 C1 C2 看成是它的振幅，振幅是变动的。原先振幅都是常数，就多少倍多少倍，它让它是一个变数，所以这才是所谓的 variation 的 parameter。啊，基本的想法就是说，你微方程对吧？给一个微方程，哪一项最重要？微分最重要，越高阶有微分越重要。你不能一个微方程，那把最高阶拿掉。那是错误的，啊，最重要的就是这样，越高阶才是越重要的。那大家彼此之间，你要彼此去那边，啊，彼此去那边 compete。你的加的外力项不应该把你的坡的结构改变，就是 philosophy 就是这样的，你不应该把你的坡的结构改变，你只是改变它的振幅。你的坡呢，这种哈就是 sin 还是这种 sin 的形态，它只是拉高一点、放大一点，对吧？你的振幅改变而已，你的坡的形状不应该改变。OK， 所以呢？你可以 assume 它的解就是这种形态 ，TNT、VNX。你这项这是你的波形，这项是不改变的。那 TN 待定，就跟我们在那个 OD 里边的 variational parameter 是一样的一件事情，是待求。所以呢，我现在就哈，那我这 TN 它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哈，它是待定的，但是我这边把它看成是系数，对吧？看成是系数，所以我的 TN 呢实际上是2/L零到 L， 那是 UXT VNX DX 是这一项。OK， 啊，是这一项。我就把它微分，对 T 的微分，对吧？对 T 的微分就围到这里边来，所以是只有2/2，这就是 UT、XT。然后呢，我这边呢用到原来的方程式，啊，这边要用到原来的方程式，这边微分没有关系，这边直接可以微分进来，因为这边都是这样，这边是对 x 的，啊，对 x 的，所以这边微分呢没有什么一次收敛，都根本无次收敛，不用放进来，没有关系，啊，因为这边是只有对 t 的，引到 l， 所以我这边呢用到原来的方程式，它是不是 uxx？再加上 G 是这个，
就是 Vnx dx。所以我这边分成两部分，二分之二，零到二，零到 L， uxx vnx dx。啊，另外一部分，因为那部分我就把它叫做 gn， 就 g 的那一部分哈 ，g 的那部分有积分。然后呢，这份呢有二次哈，有二次微分，我这边是我这个积分我可以算分布积分哈，就二分之二，零到 l， uxx vn dx。你就 integration by part， 就是分布积分 integration by part。哎，这个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技巧哈。虽然很简单，对吧？常常在讲，但是常常忘记，分布积分是一个重要技巧啊。本来有微分的，把它变成是没有微分而已啊。所以将来哈，就是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得到，我就要讲那个广义函数哈 ，distribution。Distribution 就是一个概念，就是 integration by part， 啊，就是分布积分的概念而已哈。我希望复日存放的时候我可以提得到哈。所以这部分呢，算一下哈，这得是负的 lambda n， 二分之二，零到二，零到 l， u v n d x， 这就是负的 lambda n g n 呢。OK， 所以呢，我的 Tn 满足这个微分方程 Tn prime， 再加上 lambda n Tn 等于 Tn 是这个，所以这边是这个差别。如果你是 homogeneous 的时候呢，这项是零嘛，对吧？我们前面解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 Tn 哈 ，Tn 怎么算的？就是什么？它满足是 Tn 的微分加 lambda n。Tn 等于零嘛？那现在这边呢是这样，我现在有那个哈，就有外力项了，有多了这个 Tn 这一项。OK， 这 Tn 就是这个哈，我的 Tn 就是这个，这 G Vn dx， 差别就这项而已哈，差别是这项，那这个才是所谓的所谓 variational parameter。把这个题目讲完哈。那 Tn 这部分用 OD 的理论我就可以解了哈，我的 Tn T 那是不是就是 expansion 负的 lambda n T initial condition Tn 零？那这一部分呢是利用 convolution 来写的哈，加上零到 T expansion 负的 lambda nt 减它，最后呢 ，tn 它 ，d 它。那为了方便，我就把这个 tn 呢，就把它叫做一个常数哈，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就 cn exponential 负的 lambda nt， 再加这个，加这一部分。这个不会很难解啊，你把两个合并，利用积分因子把两个合并变成一个完整的微分，是一个全微分。那全微分之后呢，两边乘上 exponential， 对吧 ？exponential lambda nt 嘛，啊，两边乘上 exponential lambda nt， 那你再把它积分，是不是就是这个式就出来了 ？OK， 这个式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积分没有很难哈，啊，就是这个 first order 哈，这是容易的，就是利用积分因子而已哈。所以呢，我最后就写出来是这个样子。嗯，应该是重义了 ，sorry。x 就 cn exponential 负的 lambda nt 的这部分哈，所以这部分就是 homogeneous part， 然后再加上 particular solution， 右边那边就是你的 particular solution， exponential 负的 lambda nt 减它。gn。好，第一套，那这一部分哈。
它再乘上 phi(nx)， 所以这部分就是 homogeneous part。那这部分就是你的所谓的 particular solution 的部分。particular solution。OK， 然后呢，你可以去 check， 我这个哈，我的解写成这个样子，它是合理的哈，你可以 check 一下它的 dimension， 因为这样我的圆圈方程是 dgu 等于 dxxu 再加上这个 g， 所以呢，你这边把它做比较，一跟二做比较，所以 g 就等于是 x 的平方。OK， 时间是这样，是 x 的平方。是一个抛物线，所以为什么 heat equation 也叫做 parabolic， 因为它的 information 是沿着 t 等于 x 平方，看你的扩散系数了哈，那它可能就是扩散系数大小，然后再去分，它有时候是这样的，但因为它就是一个抛物线的形态，它的 information 是沿着 t 等于 x 平方这种抛物线在走的，所以为什么 heat equation 也叫做 parabolic， OK， 然后呢，一跟三哈，一跟三做比较，或者是这两个做比较都 OK。所以我的 g 呢 ，g 的 dimension 是 u 除以长度的平方，或者是 u 除以 t。哎，利用这边去 check， 啊，这个式子是这样，是 dimensional balance 是合理的。OK， 这个让您哈，让你 check 啊。我在讲义里面也写很清楚。OK， 下礼拜见了哈。